如果您想体验天津的风俗民情和老天津人聊聊天，特别建议您来这个鼓楼每周四的古玩大集。前半天我们去了沈阳道，按说今天周四应该有集市了，结果80%的店家好像都关着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打算回去，等会儿再过来的时候，有朋友知道我在天津，给我发了个短信，说今天周四你怎么不去鼓楼的集市看看呀？我这才知道原来鼓楼这边有集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古文化街，我们从古文化街走到鼓楼的，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这里是在市中心附近，交通也比较便利，坐地铁就直接能到了。好香啊！来一盒，5块钱一盒。文化街是由天津南开区的一条由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店铺组成的商业步行街，原来是北京天后宫为中心的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是天津最早的文化商贸的聚集之地，全长600多米。记得我小的时候来天津玩，也在这条街上逛过。后来查了一下资料，这条文化街是1986年建成的。不要，那我都看过了。我给你找找啊，有什么好的？简爱。也看过了。这边有几本老鼓楼集市到了，从文化街走过来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一路上都是商铺，虽然那商铺里卖的东西都不怎么样，但是听听人说话也挺有意思，天津人说话特别逗。这好像是本身很牛逼，这是真他妈老老棒的，这个这边真热闹，那用过来给1块钱是吧？那不要，那傻子打一打就行了，还是信的，玩的真的，干了几年了，干了用过这个，将近40多年了，40年了。一直都没给你提过吧？叫什么提的？那就是。现在我跟你说，我妈在带一个。其实我们家那个一模一样，其实我妈去带我去了，我说今天又有说嘛，说妈你这个好看，你买这个吧，就是那个，就我们家用好多年。打他。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把这个掰下来擦擦干净，它这还倍儿完整。以前在北京咱也收过一个，这个你有印象吗？我都忘了，特怀旧啊。这个有需要吗？我看看，来看一看。由于每一次在集市拍了大量的空镜头，不用了又很可惜，我又做了一个漫步版的没有旁白的长视频，我专门放在一个频道里，叫 Walking 胡尘，视频长度20分钟以上，最多是50多分钟，没有我嘚啵，您可以安静的去欣赏那些白噪音。你看老人家刻的那个，我买两本药，下礼拜出两本药。一个长鞋子，穿那个豆角多漂亮。这钱，大叔人家。LED 的，哎，咱你可以自行车上装一个，这也不好看，要有好看的倒车镜去，自行车把特漂亮，特复古。嗯，但这也不老的。这什么味儿这么香？我们也一样啊。我先再一下。Thank you.
我是吴晨，现在是天津鼓楼旧货市场，每周都会带大家一起逛逛集市，逛逛街，推荐旅行观光购买老物的好去处。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订阅，如果您希望购买，请加入粉丝俱乐部。铜的吗？他以前这是衬上的那个，对，标尺。战后打火机。谁以前买的？对，就不那种特老的那种，就反正半新不老的那种，这样子挺好玩的，你知道吗？这就是战壕机，战壕打火机。据说很漂亮。嗯。这把锁漂亮吗？锁太漂亮了。感觉不对啊，漂亮，这老锁，老锁吗？嗯，你看这几个字儿，这锁都，嗯，没钥匙了？没有，上海人太，要是100块钱你也给不了你。嗯，上海人这老锁，这老油壶好看啊，啊，油壶特漂亮啊，特喜欢这老油壶。嗯，你看，老顶着，这是老的吗？这顶着？这个我不知道，顶着。对这顶上谁老的咱们民国的老顶。我感觉那个外面那前几个里边还有名字啊，就里面啊，嗯，圈里这个没有名字。对，这要有名字就好了。嗯，还有什么老的好东西吗？这个其实挺好的，以前咱们卖这么老好，这你们俩加起来没它零头大呢。真啊，你记得咱以前买过的美国，这个好漂亮。嗯，这个多少钱啊？这个最少800，800，对，太贵了。这知道哪年的吗？哪个呀？这个，3几年的。3几年的。啊，肯定的。是吧？我眼神不好，你自个儿看。哇，你看。这个那是1个年头的东西，1879年。哇塞，这个还有皇上正棒时候呢，咱这儿啊，这还有皇上呢。所以天津能好到好东西，发现了。这个您能告诉我一价格吗？1500。我先买。你看我这都不拿出来，这个。对。有人很难欣赏这个。这好看。这个我喜欢，太贵了，这买不起了。肯定是买不起了。我这个真好，谢谢您。对，嗯，对，新的就这样，对。你看，咱们有段时间特喜欢那个针。嗯，我们也卖这个的，卖好多年了。带年头的不多。嗯，这个真漂亮。这个、两双面都带字的不多，而且这带齿的这个，带齿。对。这个你打以后一走有好多。这个大概什么年代？20年代吗？这个价钱绝对你能接受，你要是北京来你绝对能接受。这在北京这样不要100块钱伺候白说。对，你再说一遍，我给你草。这个大罐都草了地了。草了地，就是扫地了是吧？对。我蹲在那儿。大罐。喊老姐姐，你现在就喊老姐姐。啊。你要是小点呢，那现在流行的。您这不得听喊姐姐，喊小姐姐。那为什么都叫姐姐呀？走啊！为什么都叫姐姐？表示尊重。尊重。对，比叫妹妹好。对，妹妹是现在都称呼。啊，你先是姐姐。谢谢您，谢谢您，我一会儿需要再过来啊，谢谢啊。还一把小梁，我没给你看。啊，还一把，一会儿来看。不敢看了。多好玩啊！哈，姐姐。奇怪的东西，这还珠子叫你标准日本语啊，真的，这特别早期的标准日本语。也不早，你看这字体不早，这也90年代，2000年左右的应该。看你们，你看，2002年，老自行车，老风头。你看以前的车为什么好看？它细，它匀称。这哪个？就大方的。挺好，特别复古，非常。把镜片给换了。特别复古，你带一个。
啊，带一个。我看这个啊，这是近视，这是那个什么近？啊，这个都成这个了。好看哦。好像还行。这多少钱一段啊？十五。星宇啊。哦，这是老胶木的、啊。但这边不行，这边坏掉了，腿儿已经坏了。但你看以前那个做的特好看了、啊。对，这胶木这腿儿不就粘的？啊，这个不行，那个铜剑。铜剑是厚实的、嗯。对对对。架挺好的。还有好看的吗？嗯，这些都太大了，就这个。新的。要么这个小点的这个。这个好看。啊？便宜点吗？少给两块。十块钱吧。十块钱吗？你看，我喜欢这只小鸟，叼的特逗。它这个赛洛洛，我看那字儿怎么写？包浆特好。老的错不了。李国成印，还挺好的，是吧？可以。还刻着小字儿，刻着小画呢，觉得还行。这是模子还是印的？就手画，就等于说临摹的呗。这是画的吗？画的，它没有网点。你看它反正至少没有印刷网点，然后感觉是画的，就颜料那种感觉有，但看这个地方又不像。你看这个地儿就不像，感觉是印的。但印的话，它应该有网点啊。这版画也不像呀。对，也不像版画，也不像印的，它奇怪，但挺好看的，就是。嗯。有装饰性，嗯、价格有点高。倍儿好看。这其实挂在屋里面挺漂亮的，漂亮、嗯。我特别喜欢这个桌子这种透视，你发现了吗？这个感觉裁过，要不然就边上有点奇怪。这张画转了一圈，想回来买的时候，人已经卖掉了，有点后悔。特别美，姐姐。为什么叫妹妹？叫姐姐。大姐姐。有要呗。能给多少钱？我顶顶你。我顶顶你的。超不过一百。超不过一百。多好啊，这老钩子啊，特别漂亮，这个很漂亮。对，你看这个特别好，这白铜的。看了吗？我操，对吧？你看这做的细节多好呀、啊，非常好。啊，白活吧。老钩子，这个我喜欢。然后你看它这个好，你看这个编的这个。我采访一下。种种来也不来干了。老哥干多少年了？我得干30年了。你看您也就30多岁啊，我58了都。啊，这么年轻、啊？真的假的？58，牙都白了。那58了，你是不是看腻了？老玩这个。您做的多棒啊，这鞋儿，特棒、啊，特别好。你看这个，不是，这是小猫的，小老鼠尾巴，这叫老鼠尾。老鼠尾。哎，老鼠尾巴。这那这也是吧。那八大锤，人家说这个好是吧？是说这个好吧？这个也不错，这叫老鼠尾巴。这有什么讲究吗？妈，这有什么讲究吗？这叫什么名儿？哎呀，这个真是好呀，这个、真的好。这凤，这是凤三彩，白铜、黄铜、白铜、红铜、凤石、麻花脖，这叫麻花脖。麻花脖。哎，对，好，我们这狗牛逼。哎，大哥，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呀？这咱都得有60-70年了吧？80几年、70几年的，或者还往前70年。那包浆车，感觉日子没50-60年代的吧？哎，还得老，你看这老20年代的，这叫老水鱼吧？老水鱼的，一包胆多少钱？一包胆子600，菜市供胆，菜市供胆，哪几毛胆？锅猫的嘛，菜是不是？是吗？我觉得这个好，对，这马上就能用，感觉。中国，哎，这老专业，这可好。不是的，干活的，饭馆还差一点，下午呢。下回带点那春豆，哎，别多，八十多，咱还去家里。
现在是下午两三点钟，还没吃饭呢，然后我们就走了一走，我也忘了到哪儿了，反正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有很多小吃，我们在这儿吃这个叫煎焖子，15块钱，还可就尝尝嘛。这边人就没打算。那边那煎焖子给的好多呢。嗯，多姐你吃过吗？我原来吃过这个，可以拿。我奶奶做。对，可以煎，特别好吃。都可以。这不就炒凉粉吗？就凉粉呗。我吃的还行，就是有点油大。我三叔可能就是老吃这种东西，他觉得不好吃，这儿做的，我觉得还行吧。反正在国外吃不着这些。这边的传统都做成这样。还可以。是吗？旅游的地方。这是什么东西啊？鸡米花。不是那个猪肉烩吗？我们也蘸点这个，他蘸这个。太辣了。蘸点辣椒。是。